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自带精品海岛酒店的私人岛屿有谁不爱呢？今天我将分享另一座位于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的优质私人岛屿 Middle Cay。 Middle Cay 位于伊柳塞拉岛，靠近海港岛，交通十分便利，从北伊柳塞拉机场乘车五分钟到最近的码头，然后乘船两分钟便可到达该岛。从该岛乘船到海港岛的许多餐厅和商店，以及世界著名的粉色沙滩，也只需几分钟。这座占地两英亩的私人岛屿，拥有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和两座拥有高端设施的海景别墅，均配有 WiFi 和空调。该海岛酒店有棕榈树和椰子树装饰的私人海滨，俯瞰海洋的游泳池，多个休息室，户外用餐区和沙滩排球场。次卧的主住宅有一个宽敞的主卧套房，配有三面海景，一个私人露台，一个休息室和一个套间浴室，另外有两间带套间浴室的海景双床房和一间大床房。室内装饰极具热带风情，有高端豪华家具，还有一个开放式厨房和用餐空间，配有不锈钢电器、花岗岩台面和一张可容纳八人的餐桌。带平板有线电视的客厅通往一处私人露台，外面还有一个温水泳池和一个室外淋浴间。三卧的客用小屋也有一间带外部通道、海景和套间浴室的大套房，以及一间双床房和一间大床房。小屋有一个公共区域，装饰着漂亮的裸露木梁和瓷砖地板。客厅里有豪华家具和一台平板有线电视。用餐地点在酒吧和主餐桌，可通往露台，在那里可以尽情欣赏海景。岛上还建有一个工作灯塔、两个私人码头、一个船只升降机和一条环绕全岛的蜿蜒走道。该物业设备齐全，包括潜水装备、渔具、独木舟、站立式桨板和三艘皮划艇，非常适合在岛上体验各种水上运动。此外，你还可以选择去附近的海港岛体验包括水上摩托、游艇、自行车、高尔夫球车租赁在内的其他活动或服务。Middle Cay 周围的岛屿以粉色沙滩、珊瑚礁和沉船而闻名，因此你完全可以利用岛上的潜水设备来探索这里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岛上有一艘34英尺的无畏号和一艘22英尺的追求号，可以带你去喂猪和海龟，去沙洲享受日光浴，或者在群岛附近航行。 Middle Cay 是永久产权，岛上的海岛酒店仍处于营业状态，可租赁也可出售。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